15秒一磨。他用车空气车也不用15秒。啊？啊，全自动。全自动啊？不是全自动，它料子料还是要人工拿吧？啊？叫他浇，搞个机枪在这里吹，走出去。哦。你叫他吧。明白。万一他没出吹出去，吹得出去？不是，就是就怕万一他有个没吹吹出去呢？你用气枪一吹就出去了，没吹出去不是也会不会压坏回去的？快，不一次半次不会，多了就不行。那没必要让他冒这个风险吧？要叫他。